然后1998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有68高龄了，对我们房型当中是绝大年纪的。他当时既是指挥员，又是战斗员。他当时哪里指挥了的是一晚上，到第二天亮以后才把他抖去，深深地感动了当时的抢险的队员，都觉得这个老同志是了不起。我们是县的贫困学生呢，还有好多穷困的呢，因为学文化，因为我们读书。第二个呢，培养小孩们呢，小孩们长大了，他还会国家，还会去的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自己淋过雨，就要跟孩子们撑起伞。在他自己认为，有人的帮助，应该帮助的人，所以说他伸出援手。我是1953年7月15遇到，1954年1月15战争，我到现在的就是有68年，68、69年，我怕我活不长了，是吧？我到了90岁就快差不多了，快前头的公司呢，当军人，我真是我始终不忘共产党。